白衣恩仇，我操，牛逼！江湖都是你的传闻，我操，牛逼！反正寂寞酒锁春愁，往事牛逼！大傻都是你的亲弟弟，牛逼！我的名字叫做 Hello， 这里是你们的老王。老王觉得吧，以老王这种化妆的水准，基本上也只能扮一个新者妇人，就是属于那种普通宫女当不了。但是因为我最近太沉迷于看这个《延禧攻略》，所以我还是准备倾尽所有来扮一下小主。首先呢，作为一个小主，这个眉毛呢必须要特别特别的细，然后呢有一种那种弯弯柳叶眉的感觉，就是而且不需要眉头浅眉尾深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可以画的黑一点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毕竟古代人那个审美跟咱们现在不太一样。然后呢，一定要这个眉尾特别细，然后他们这个底妆呢，我研究一下，发现，比较白，然后呢，比较有立体感，就是修容一定要打得好，但是呢，不要下手太重，下手太重呢，可能会变成关键。所以呢，下手一定要轻，但是呢，要有一种清透无瑕，然后美白肌那种感觉，反正就是这一款。然后呢，我要 mix 上是 Colourpop 的这个新的 No Future Foundation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这个质地我特别特别喜欢，但是呢，它不够白，它最白的最好不够白，不能像《延禧攻略》里面大家的脸就那么美白无瑕那种。但是 Colourpop 这款我选的是全肤色色号了，变成粉一白了，所以呢，我正好把这两个 mix 一下。然后它呢会卡毛孔，我不太喜欢，正好用它的质地就是帮它中和一下。当当，上完底妆之后就是这样子了。然后呢，因为他们脸都特别小，所以呢，一定要上很厚重的这个立体这个 contour， 把它这个脸弄得再小一点。然后，其实呢，修容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那个发际往上一盘之后，你的镜头里面只是他脸，你知道吗？先天条件不足，只能靠后天来弥补。《延禧攻略》当中的各位娘娘、小主、新者、妇人、宫女，所有的人都没有用很浓重的眼影，他们只是用一些比较深的一些颜色，就是把这些轮廓打出来。好了，画好了。为了节约时间，我就不给大家看怎么画了。是不是感觉这个眉眼要稍微深邃一点点？好，下面进入非常关键的眼线的部分。就是我发现他们眼线是比较像那种很70-80年代、80-90年那种港星的眼线，就是比较细，然后呢，比较贴近那个睫毛的根部，然后呢，下眼线也是从中间这边开始勾勒，至少我一直是这样的，我觉得，就是一定要用黑色来，然后这样勾勒，然后呢，不要拖眼尾，不要拖太长，因为可能要稍稍晕染一下，所以呢，我会用这个Huda Beauty 玫瑰盘里的这个黑的干湿两用的眼线色来画眼线，确实跟我平常画的眼线非常不一样，其实不是非常精通这种眼线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眼尾啊，还有下眼线都是有一种存在，但是有点雾蒙蒙的感觉，所以可能要多晕染一下。楼上开始装潢了，我只能后期录音了啊。首先先拿遮瑕膏，任何遮瑕膏都可以，然后遮住你的嘴唇的颜色，然后我用的是欧莱雅的839，然后用唇刷给大家画出一个咬唇妆，稍微晕开一点之后呢，我又拿出了我的 MAC Chili， 在更接近嘴唇中央的部分点上一抹红晕，准备一个喷水壶和一个齿梳比较密集的梳子，然后呢再准备一些小夹子。首先呢，先把头发前半部分分成一个中分，用小小的这个皮筋呢扎成两揪揪，就像这个样子。然后你找个圆的东西，比如说这个桃放核桃的这个壶是吧，然后呢用比较扁平的梳子，哎，给你的头上抠出一个圆来啊，不需要太圆啊，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而产生强迫症。把刚刚那个扎起来之后呢，就可以整理一下外面的头发，梳一梳，梳一梳，一定要用扁平的梳子哦。然后呢，把外面头发和刚刚那个小揪一起扎起来，扎成一个小果包。然后呢，再把你自己剩下的头发给它卷起来，然后发尾塞进刚刚那根绳子当中，这样从上面看就是这样子的。稍微整理一下，喷一点水，重要道具就登场了。这个是在淘宝上面买的，本来我准备买的是顺平，结果不小心买成了皇后娘娘，不过没关系。它这个后面一般都会有一个小卡子，卡在这个你的这个辫子的这个基底上面啊，把它卡上去，也可以用一些 U 型夹。笑场。在老王做鬼脸的时候，这一期节目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一定要关注老王，帮我点个赞。